缓手法亦可治胃病。如何面对就是还没有疾病的时候，原始点强调治胃病，那就是你把体香找出来，然后怎么把热源进去。那它因为它同样力量，所以它的诊断特别准，比仪器可能或是人体的感觉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痛点已经就可以找出来。那很明显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。现在我慢慢揉开，慢慢进去，你看看，这里很痛，受不了吗？好，就是这一点，其他没有，其他我认为都不严重，就是这一点，轻轻碰，他就跟我对抗了。这个是患处体香，患处的痛点。那患处的痛点，你要用从大开关解决，有帮助，但很难从背部渗透到这里，所以你一定还要热源，把它这样按进去。患处体香就是按推患处体香的位置，对不对？对。涂姜粉泥也是在周围，这里都要涂，然后借由按推把热源推到深层，让热源能够被吸收转化成热能，它就可以推动深层的组织器官运作，来加速修复体香。你没有揉到深层，热是在表层，所以进不去，就很难修复深层的体香。